等一下，他现在要带。好了，台湾籍的朋友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大家来慢慢往台前，慢慢往台前过来。接下来上一个上场乐团是 A piece of cake 256。大家可以过来啊！
五大公司你原本的意见，你若爽，好啊声甲吹落，大声讲出咱的心内话。你有意见，你就爱讲出声；你有意见，你就爱讲出声；你有意见，你就爱讲出声。我为你掌声跳起来，想要听。念就是咱的打听来，啊，紧来讲，讲出你的故事，大声讲出咱的心内话。你有意见，你就爱讲出声；你有意见，你就爱讲出声；你有意见，你就爱讲出声。我为你赞声，跳起来，想要听到你的声音，来到寒冷。
就是哪位的声音，我不知要覅去哪位，对我的要求是愈来愈过分。穿目睭脱汤是好是歹，你敢会知影？我无需要你的期待，其实我一直在等待。总有一天我会离开，离开了乱的所在。你的期待是我的无奈，你的要求对我伤害。卖搁嘲笑我的未来，我要找我的舞台。再过过去的错误，再过今麦的失望，再过过去的错误，我要找出人生的幸福。公公说，公公说，社会走一遍，才看开人生，原谅自己，重新过日子，扫起起来。记着你讲的那句话，到底你人真情是走去哪？你的苦衷甲需要时间来解说，当时的烦恼今嘛变成笑话。人生的错误，少年的骄傲，人生的失败，过去的无奈。自己新的味
来，再过过去的错误，再过今麦的失望，再过过去的错误，我袂走出人生的幸福。再过过去的错误，再过今麦的失望，再过过去的错误，我袂走出人生的幸福。公公西，公公西，谁要走一遍？吃破开人生，原谅自己，重新过日子。原谅自己，重新过日子。原谅自己，重新过日子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Peace OK 二五六，然后就是大家小心一点，注意安全，然后不要后面的往前面挤。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原地跳，然后开圈的话大家注意安全，因为我曾经在一场活动开圈哦，然后就有人那个脖子受伤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哦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可以去摊位买一下我们出的专辑，叫做《一切刚好时间》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继续表演。然后我原本以为来垦丁会很热，就没想到有风神巨兽这样子。所以有没有人是有去过大港，然后再一路下来垦丁的？你们这些不务正业的年轻人都不用上班上课哦，怎么这么糟糕啊？其实我也是这样啊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下一首歌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是一个免费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接下来所有歌都可以送给你们，你们赚到了啊！下一首歌丢毒。我的脚下一定有很多声音，害我丢毒，煞无法度选择。暗时坐伫公园，抱着一支无奈的烟，想破草，想无未来的命运。
谢。梦呀梦，等到有去一天，等呀等，马杀拢无半空。改袂了我对你的习惯，失去了才知呀孤单，失去了才知呀孤单，感情。在徛徛，咱自己在改变，是咱自己转，一天过一天，我永远徛在这，但是风景已改变，少年心袂晓想。用尽所有的快乐
咱拢是寂寞的人。今天来到台湾祭非常开心，因为小时候我们都去春天呐喊，现在应该很多人没听过春天呐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以前在那个鹅銮鼻灯塔那边、六福山庄那边，然后就是大家玩得非常开心，对。然后谢谢台湾祭让我就是
又来到垦丁表演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歌大部分都有 MV， 希望大家可以回去帮我按赞分享一下，或是到我们的 IG 按赞分享一下，或是到我们的脸书按赞分享一下，反正就是帮忙按赞分享就对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 Pop Rock 的活动，然后它是买了之后你不知道谁会来参加，那目前还剩下 MT Oreo 浅提，然后还有美秀集团，还有闪闪闪闪哦，那反正你怎么买就是这些团的哦，然后反正记得去买一下哦。那接下来是4月9号在台南，4月15在高雄，4月24在台北，4月30号在台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多了几位伙伴哦，我们的伙伴可以上场了。他们是所谓的台湾追梦新少年，记住是新少年哦，不是青少年，是新少年，他们是新的哦，很新哦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是很有荣幸的跟他们共演最后一首歌，然后有他们的朋友吗？好，那你们等一下嗨一点，但是在第一排要注意安全哦，我看这位大哥快不行了，你还好吗 ？OK 好，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哦。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是 Peace of Care 加台湾追梦新少年，一起搞新歌，谢谢你们。
年哦，我们是从三月初甄选，然后到现在，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站上了台湾剧大舞台。大家只要你们有梦，你们就可以有办法去实现它，跟我们一样。大家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大家为了我们的梦想继续努力。好的，既然是追梦新少年，追这一个字呢，就需要有点距离的美感。我们呢，就来看看我们台上的乐手，从他的城市到垦丁，到底有多少距离？如果有同乡的，麻烦 make some noise，OK？ 会吧，会哈 ，OK OK。好，首先我们先请来，你是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中部的朋友举手。呜，南岛威，南岛威啦，南投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弹 keyboard 的威汉。听说那个威汉老师的学生跟朋友有来在哪里？还在快赶垦丁大街吗？麻烦走快一点，我们剩最后一首歌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苗栗的梦琪。哦，苗栗的梦琪，哦，这里，粉丝团，赞哦。Hello， 我是来自桃园的刘嘉金，我明天生日。啊，生日快乐！来，容我站30秒时间为他唱最后一句，我们可以一起吗？明天他生日啊，哈，我唱前一句，你们要帮我唱最后一句，会唱生日快乐歌吗？会嘛，好来哦。祝你生日，哎，要整首吗？整首好，那要快版的，我们会被赶下台哈。好，你的，好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要听最后一句，大家一起来。哦哟，赶拍了，最后一次，祝你。亚涵，我注重台湾独立，多谢阿弟。来，下面一位来。我是来自澎湖的诈骗集团车手。啊，你们可能听不懂啊，我讲一下，他是来自澎湖的老刀，他是一个知名 YouTuber， 欢迎大家去搜寻。可能很少他的 solo 影片，但是很多干话，大家应该会喜欢哦。目前什么1.35点阅率是不是？啊，去搜寻老刀啊，封面不是他的照片，可以放心订阅。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中的丰盛 ，AK U Bus。太阳勇士 U Bus A K A 丰盛 A K A 澎湃，就是你高美的时候呢，你妈妈准备的那个年夜菜很丰盛的那个澎湃。好。换我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另外一位主唱，我是屏东的邱琼怡哦，在地恰恰啦，哦，我屏东人了啦，哦，好开心哦，好啦，我真的要结束了，好啦，梦想无价，但我们的梦想因为有你们而伟大。接下来带来台湾季的主题曲 ，Let's go。生活太多的压力，活着自己。
Pistol OK 256也一起来拍个蛋糕，蛋糕来拍个合照哦。来哦，大家来哦，拍个大合照。来来来，因为一个表演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拍照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准备好了，大家准备好吗？来好了，坐定位，坐定位，打把手举起来。三二一，哎呦！好，三二一，大家一起说猴子。三二一，猴子！All right， 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